以给你拍照片吗？对，一分钟，就在这里。拍吧，我在旁边看你。很快的。哦。不好看我就删掉。好的。我们来这边吧，这边。好，可以，出来一点，再出来一点。好，看我镜头啊。非常好，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不传。可以。谢谢。那如果说我传到国外的 YouTube， 国内不传可以吗？可以吧。可以是吧？国内就不传了。好的，怎么称呼你？叫我小周吧。好。小周。小周，我叫徐旭东。好，幸会，拜拜。那个照片可以给我看吗？可以。嗯。大概就三张照片。三张照片，好吧。